你还在吗？哎，你还在，你还在，我们继续开门呢、啊。门锁住了，不是这个。耶，我不是拿到钥匙吸了，钥匙吸没有作用。哎，门打开了，这一间新的一间呢。袋子上传来腥臭味，发现，在口袋处发现一些黑色鬃毛。黑色鬃毛，哎，是黑色兔子吗？到底装了什么液体？不知道，怪怪的液体。镜上有污渍，无法使用。老旧书局，从书中的缝隙中发现一些黑色的绒毛，哎，塞在里面，又是黑色绒毛。老旧的书局，有看到日记残页要阅读吗？是的。对呀、啊。喂、哎，药很苦，而且每一次颜色和形状都不一样，我已经不想吃了。书架上，不读了。这个残页真是少字比较少。这里有一个熊哎，黑色的熊。老旧钢琴已经无法再弹出声音了，污渍无法使用。哦，破掉了，看一下就破掉了，哪有这么神？眼力有这么强哦？发现黑色绒毛，都是发射黑色绒毛。试管、烧瓶、实验器材，看一下这个残页。是阅读地上了，不行，他又饿了。普通的干粮大概无法满足他，需要更大的食物才行，不然我会被吃掉的。什么东西啊？对啊，兔毛吗？绒毛，绒毛感觉很像是什么鸭子之类的。厚重的女性外套，发现一大堆黑色绒毛。真的都是毛哎、欸，这里有毛吗？上锁了。哎、欸，这间没发现什么东西哎、欸，那我怎么去下一间？我只能靠那一把奇怪的钥匙了，是不是？还是熊？黑色绒毛，走出去吧，没有东西了。插着人造花，又发现了黑色绒毛，都是黑色绒毛啊，没有其他东西哎、欸，这里都打不开嘛。刚也试过了，那这一间呢？似乎是厕所。我奇怪的钥匙怎么没有办法用？噔噔噔噔噔，哦，我也觉得几率很高。你说什么文卓的台词会不会变哦？去看一下覆盖。文卓，我又来看你了。文卓，文卓，如何？有找到类似的出口吗？如果我说有，你要一起去吗？找到出口了，没有，我还在摸索中。果然变台词了，点点点，我是不会踏出房门半步的。不过你要是找到出口，记得跟我说一声。如果你太久没回来，我也是会担心的。我知道了，这家伙怕我会丢下他自己逃走。上锁了，上锁了，都上锁了，再出去吧。看有没有看到奇怪的东西，没有，那再去这一间好了。诶，这一间有事吗？哎呦，房间四周的黑色绒毛似乎就出自这个织娃娃身上的，要稍微调查吗？不调查，等一下，有问题，有问题啊，要稍微调查吗？哎呦，有点恐怖哦。储存。覆盖，有问题哦，有问题哦。噔噔噔，要调查喽！我这次要调查喽！调查，如何调查？静静注视着他，好不好？默默注视着他，点点点，然后忽然就把我们杀了！没有，娃娃熊没有任何反应。再来。和他说话，尝试与他交谈，但娃娃熊一点反应也没有，一点反应也没有。踢他一脚，使用奶油刀，奶油刀挖开他的身体吗？是的。呜、哦，在娃娃熊内部发现一个发亮的物体，
达到金色钥匙 B 耶、欸！哎呦，有金色钥匙了！这个娃娃熊，娃娃熊，哎呦，哦哦，熊把我杀了！熊把我杀了！哎哎，所以不能这样吗？不能用奶油刀吗？会死啊，死了啦，出去就死了啦，调查啦，直接踢他一脚好不好？还有吗？踢他一脚，再踢，踹给他死，踹。哎、欸，发亮的物体从娃娃熊的口里面掉出来、欸，哎，哎，我踹了这么多脚有用哎、欸，踹这么多脚，哎、欸，没人在这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一直踹一直踹。钥匙就吐出来了，好神奇哦，好神奇哦，哦，开门了，一直踹一直踹，金色钥匙是不是在这里？因为要一直踹哦，爱踹耶，啊，打开了，进来了，我们进到这里了，哎、欸，那个裂缝感觉就很恐怖，一个泛黄的旧笔记本，是的。玛利亚观察日记，今天早上取得了玛利亚的处分同意书，具有猛烈毒性的药，定也送来了。玛利亚目前在房间捏塑新宠物，必须在今晚晚餐过后让它服下。当初来到这里是为了治疗玛利亚的症状，如今要对它痛下杀手，对不起。请原谅我们这些没有用的朋友，蓝井研究员，蓝井到底有多少研究员呢、啊？卡住了，门房间从里头看到这件是摆设用具的房间，这里有没有东西？比较脆弱，光用徒手无法凿开它，所以我要拿到东西去凿开它，是不是？好刺鼻的味道，真是受不了！有什么怪味道？哦。满是血迹的味道，这里是怎么回事？拷问房，哎，都是血。这里有东西，水槽里有股浓烈的腥臭味。仔细一看，槽的底部似乎散发起光芒，用伸手捡起来。哦，要死了！哎，没死哎。什么？把手上的发光物一瞬间全部消失不见了。哦，远处传来骚动声。我觉得死定了，听到远处传来骚动声就没什么好事。地上有沾满血迹的纸，要捡起来查看吗？是的。玛利亚断气之后，体内的恶魔觉醒了，那可怕的怪物从冥土中爬出来，对我们下了无法踏出屋外的诅咒。我不知道能否活着逃出这里，但我必须写下记录。整件事情结束之前，我不能提笔。死掉了还爬出来欸，未干的血渍才刚死哦，太恐怖了吧，未干的血渍。欸，很明显的是人的骨骸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个可以有上吊的地方欸，这里还有，捡起来看一下。恶魔用了魔法将所有人困在屋内，不管我们怎么绕就是找不到出口。除此之外，屋内到处都是恐怖的机关。蓝井的小腿被从地下冒出的尖刺给刺伤了，由于无法逃出这里，我们也只能进行简单的包扎。哎呦，不晓得里面是什么，这里有什么？破损的相当严重，这个绳子能不能拿起来？不行哦。喂、欸，哦，盘子上放着类似头骨的东西。哎呦，调查调查，都没有哎、欸。为什么？遗骸被破坏的相当严重，为什么不把这根十字镐拿起来？因为不能拿吗？我们再往前走，把门锁打开了。哎呦，到这里面来，这里面相对的好干净哦。这是什么东西？魔法石哎、欸。
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地方？魔法石，喂，哦，看一下这本书，书中画着一个类似鹅的昆虫图形。书本底下有个按钮，要尝试按下吗？是，叮，死定了，我觉得死定了，GG 思密达，GG 了没？喂，石碑上刻着像是飞蛾的巨大标本，这就是只刚刚我阅读到的那一只嘛？按下去了，鹅要飞出来了吗？鹅要飞出来了吗？没有。诶，这里要了吗？要死了吗？要死了吗？要死了吗？先存档好不好？要死了吗？要死了吗？没有，还没死，莫名其妙，让我活到现在。我觉得十分诡异。远处传来骚动，什么骚动？我刚才抽了一个地方啊，他说远处传来骚动，骚动在哪里？魔法石，对啊，魔法石在转。这里，这里也没事，进来看看。这里有吗？门锁住了，这一间可以开了吗？还不行。喂、欸。会分裂的那只，对啊，没什么事哎，这里都没事哎，可是我也没拿到新的钥匙啊，物品没有嘛，对不对？没有新的钥匙，我身上零块钱，一毛都没有，这里不会有什么商人吧？没有死，没有死，没有死，哦，这么想死，没有死觉得怪怪的嘛，有一点怪怪的气氛。噔噔，诶，看一下，腥臭味，你说什么了？楼下面的楼梯是不是？好啊，去看看。现在也不知道去哪里哦。缝隙有什么？哦，说这个缝隙哦，他叫我去拿一个徒手无法凿开它，所以要去拿一个工具把它凿开。目前也没有什么工具，看这里。诶，这里，哦，好神奇哦。这个是什么？没有，没事，好神奇的地方哦！噔噔噔噔，这个嘞，深不见底的洞。哎呦，这里有什么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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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没有。那里要走过去哦，要叫我走过去哦。这里啊，这里，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呢？哎，可以拿了，呜，拿到三把，我直接拿了三把钥匙哎。直接拿到三把钥匙，喂，谁？哦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对啊，你居然丢下我一个人逃走？什么？我根本还没找到出口，少来了，前面应该就是出口没错吧？文主要杀了我吗？刚才房间里一直听到外面有怪物的声音，就是你故意引他们过来的，居然把我当做诱饵。怪物？不对，我根本什么都没做。闭嘴！果然，像你这种流氓根本就不能信任。哦，心里想的都是陷害人的把戏。哎，你在说什么？哎，你讲这太过分了嘛！我不是流氓，不要光看外表就随便下定论啊！都叫你闭嘴了，整天和贱妾那种人混在一起，你也好不到哪里去。我差点就被你害死了，所以你要自己过去吗？算了，这家伙惊吓过度了吧。哦，别瞎猜，我不会一个人逃走，冷静一点。哦，他揍我！明明是你设下圈套想害死我，还反过来叫我冷静。班上那些混混老是把我当成笨蛋，你们也和那几个混蛋一样。所以你要怎样？哎，有真的有怪了！文卓拜拜。被小学邀请的时候，我还觉得有点高兴，结果那个女人根本不顾虑我的感受，只把我当成猴子耍。哎，你快过来！你那什么眼神？你这个成绩总是吊车尾的家伙，凭什么用那种眼神看着我？文卓，你保重！文卓，你保重！文卓，文卓死了！喂，快开门，快开门呐！把门打开，不行，不能开门。
我人太好了，我人。